主上体的外侧，皮肤一样，我还是看到那个大坝，大坝悬空在那边，现在啊，悬空在那边，以侧面的那个建的那个墙一样的那个基础啊，挨到一块，紧挨在一块，挤压在一块，就周围就挨在一块啊，就。中间挨着的之间的这个力量也很大啊，互相之间啊，所以压着的感觉，也就是从，外侧面有东西挤压着挤压着所以那边，有点损伤了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